希望大家多看，我很快就会再回来带另外的作品。对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天王真的很厉害，那就来都来了，还顺便宣传下一部作品。我还没拍啊，你先把还没拍，还没拍，先把这一部宣传完。好，总而言之，就请大家支持华哥呢，在受伤之后，终于呢，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、专专业业的在大家前面。所以这部电影呢，肯定要支持刘德华扫毒二号炮。来到台湾，我们就用台湾的 style 给他们加油。我喊刘德华，你喊动算刘德华。出来选了，出来选了。哎，你这种朋友们不同的 feel 哈，祝你们唱的不是唱片，票房大卖，动算，你信不信动算啊？我知道，对，很多年了，对，动算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好，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受到大家的喜欢。好了，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哦，已经聊完了耶。啊？够不够是不是？不够，那我们重走一次好了。你还来真的？好了，大家赶快拍，尽量拍，这样子好了。我们加码送个礼物，好不好？我们送个海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刚刚有仔细在听我们的对谈吗？